由华坚冯力士主演的足球小丑叫好又叫座，全球票房累积超过6亿1900万美元，非常厉害。然而近日有外国传媒指出，自杀特工超能部队饰演小丑的谢拉力图曾经尝试阻止华坚冯力士成为小丑，目前甚至仲传出华纳兄弟已经放弃谢拉力图再次出任小丑。谢拉力图在自杀特工超能部队成为了小丑，虽然劣评处处，但是谢拉力图仍然有兴趣进一步探索小丑这个角色。根据外国传媒报道，当谢拉力图得知华纳兄弟容许导演开拍足球小丑，并且找华坚冯力士主演，他感到被疏离和沮丧。报道仲指出，谢拉力图对开拍足球小丑大为震惊，他不单止向经理人投诉，并且要求他的音乐经理人向华纳兄弟施压，指示他一定要阻止这件事发生，希望能够将华坚冯力士主演的足球小丑撤走。